见者。榜上红领巾高歌我爱北京天安门，他就是传出入列民众党部分区立委的中配徐春英。高唱共产歌曲，歌颂毛泽东。民进党立委洪胜汉直言，柯文哲之所以坚持提名徐春英，真相大白，因为两人都是毛泽东粉丝。面对质疑，徐春英发声明痛批恶意曲解，强调戴红领巾不是红卫兵标志，歌曲是对岸小学时期儿歌，痛批为什么要残忍抹红我们。徐春英应该讲清楚的是，他一边歌颂毛泽东，但一边又想要当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，到底你效忠的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？徐春英接受媒体专访时再度强调自己未加入共产党，也没当过干部，更开呛如果有驱逐出境都可以。至于放弃中国籍，徐春英也说教我怎么放弃我就去。而入列民众党不分区，他说是因为缩短中配取得身份证期限，马英九做不到，所以支持柯文哲，就算最后没在名单内也会全力支持柯。不过柯文哲日前说没见过徐春英本人，作家严泽雅就质疑是有人塞名单给柯文哲，难不成就是中国吗？那就是自己投件来报名，那是海选计划里面的人选之一，柯文哲要的就可以列名在里面，引起纠纷了，民调下滑了，就推给海选。绿委之一眼见争议不断延烧，柯文哲才推说徐春英是自己海选报名，而实际致电给徐春英，他则是婉拒采访，并强调5号下午就会亲自出面对社会清楚交代所有争议。三立新闻黄燕姐。